秦律师，我喜欢你。感受到我喜欢了吗？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。我会为我昨晚的事负责的。昨晚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感受。秦律师，我喜欢你。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？真的去感受到我喜欢了吗？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。你的电话。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以前我最不喜欢是我妈催婚，现在我最不喜欢是我妈逼我相亲。好呢，我喜欢我不喜欢门口那个旅馆。现在你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吗？现在我最不喜欢陶俊辉。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，我不喜欢你为了他受伤。我打他，上次揍他了。差一点点我做到的，算他好运。秦师，你是无价之宝。你是这世间所有美好的总和，我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你到底喝了多少啊？老婆，我没有结婚呢。我没有结婚呢。我爱你。我真的很爱你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，你最想要的婚姻。喂，幼稚，喝了多少啊？这是？没喝多少啊。醒醒了。哎，起来了，你老婆来了，起来了。老婆。啊，老婆来了，快。我没有老婆。可以吃一口吗？当然。Thank you.
你这最近变化很大呀，动辄做饭三菜一汤，现在还有零食吃，这都在4500的范围之内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妈那边我就跟她说一下吧，争取不给你们家造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秦氏不爱听别人说教。我没让你跟她说教，你别看她平时又拽又酷的，她这人弱点很明显，你只要给她一点甜头就能牵着她的鼻子走。她这家伙心思重，压力之下很容易出昏招，所以你得让他放松。嗯，疼疼疼。疼吗？开始开始，就这样。嗯，没想到你还会这手。无聊的时候在网上学的，平时帮我爸妈按。你这个肩膀很硬啊，你平时要注意啊。职业病。你呢？现在已经顺利到了11楼了。工作压力是不是更大了？嗯，还行吧，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同事之间呢，关系处得怎么样？嗯，哎呦，就是都有点骄傲，自带高冷属性，其他还好。没有李代那样的对手了吧？李代辞职了，还挺突然的。他也是说辞就辞，干脆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嗯，挺佩服。那你呢？有没有什么行动计划呀？哎呦，我能有什么计划呀？你不是要去11楼闹革命吗？哦，那个呀，要从长计议。我这个人最擅长随机应变，你知道的。也对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你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万一要考虑到行动失败呢，那你是不是得有个完美的撤离计划，这样才能可进可退啊？你觉得呢？糖分太高，果然容易让人犯困。